好，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世尊告诉比丘，当勤方便禅师内己其心，所以则和比丘方便禅师内己其心，如是如是如实之显现。于何如实之显现呢？为于眼如实之显现，其他的以此列推哈。此诸法无常有为亦如是如实之显现。我们看后边那个法义分享。 这一个重要的启示，不要在修行法门上较量谁的法门高深广大究竟。这一点蛮重要哦，不要在修行法门上较量。任何法门若能让你的心沉静下来，有助于对身心内外、宇宙人生的实相进行如实的观察，现在这个法门对你而言就是最好的法门。我讲的是现在,现在哦。 要知道，就是说，种种修行法门都只是，大家要知道哈、哦，所有的修行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治病的药，明白不？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治病的药，包括说打坐、经行、观呼吸。 或是持咒、念佛、法会，种种的这些，包括说礼佛啦、拜忏啦，种种这些都是，都是八万四千万，它都只是一种治病的药而已。你有病才要吃药，但是不要以吃药为目的。 不要以吃药为荣，这样知道吗？那再有，如果又以吃药为目的，又以吃药为荣的话，会形成什么法子？治，八万四千法门，它是治病的药，那你又在这个药上面，在那里，在那里较量谁高谁低，谁大谁小，我的法才是最好的。 你就是在那里一个，我的药才是最好的、最就近的啊！我以吃药为荣，成为药瘾了嘿，上瘾了是不？嘿，有瘾了上瘾了、啊、这样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法子了。有一句话就是说。 我空法不空，有没有？后来还有一种就是说法空我不空。所以你虽然说会体会到无我，体会无我，但是你还在那个法门上执着的话，那这个都还在法执上面绕。当然，这个蛮深的。但是你在这个过渡时期，只要你还没有究竟解脱了，要知道，只要你还没有究竟解脱，你都有多多少少的这些。 疾病，所以就是要透过一些法来引导，让我们走上中道，让我们从有病的这种情况恢复到来到远离颠倒梦想。这个就是说，你要渡这个生死河，你现在从这边要要下去，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要要这些药啊，要种种的治病的药啊。 这也是一个过河的那个竹筏，过河的竹筏。但是你不要下了下了河之后，难道你又一直你只在这个筏上面？这就变成进入法执。好，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当勤方便禅师方便，你看哦，就是说你可以透过种种方便法，你觉得说哪一种法你最相应？ 你最能够跟你当下这样相应，那这个相应一个检验的标准，检验的重点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能够尽快的把你的身心安顿下来，也就是进入止，这是进入止，让你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宁静下来，但重点。 不是在这个纸上面，而是要进入纸之后，要进入观。你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在，你才能够看到那个活生生的佛法。所以，这个观就是活在当下，有深度的去体悟每一个刹那正在显现、展现的这些法印、真理、实相。 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你要勤方便，也就是透过各种的方法，看你觉得说哪一种方法，你也就是要那个努力精进的过程。那你看觉得说哪一种方法，哎、欸，比较理想的，哎、欸，透过这些之后呢，然后让你止下来禅师这个禅师就是止观呢，不是说我们一般讲说啊、哦、你在修禅，在打坐，在打坐呃禅、哦、定，我们都把这个禅哈。哦 认为说是一种光是一种定力啊，所以都把这个禅定，一般都解释作是禅定啊，啊就把我们的心啊就锁定在一个目标上面，所以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这样的话就容易落入什么定？哎，对，这样就容易落入世间定里边。那你这样在那里定在久，定力在深。 你还是没办法直观双运，内心的苦、内心的问题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就是佛陀他纵然他经历曾以前曾经经历过四禅八定，但是还是发现内心的苦、内心的不安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他又继续在找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不要把这个禅定哈解释解释成那种定在一点啊，然后进入深定，讲究那个定力方面。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进入禅思了。啊，所以《阿静经》里面都会跟我们讲，你要禅思了。这个禅思就是你要心有止下来，然后这个思不是头脑里面的那胡思乱想的思，而是有深度的去观、去体悟。 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打坐的品质就不一样哦、啊。你会真的会进入紫关双印禅师的话，那个打坐的品质绝对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个重点精华你没有掌握到的话，哦，我花很多时间在打坐啊，花很多在时间在那禅修啊，但是你都在世间定里面绕，咱不知道，就很冤枉。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哎，当请方便禅师内己其心，就是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宁静下来。当方便禅师内己其心之后，如是如实之显现，这就是你透过止观双运才会开智慧。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哦，戒定慧，一般讲说，戒定慧，一般的解释认为说，你持戒就会产生定。 然后你有定力就会有智慧，一般都认为说你直接就会产生定，然后你有定力就会产生慧，所以、啊、很多人在这个就在禅定上面下功夫，但是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不是有定力就会有智慧啊！你如果这个定力是在禅世间的禅定方面的话，你坐再久一样啊，内心的苦内心的不安。 实相真理还是没办法真正提升啊！定力到智慧这个过程，它是要透过直观双运的。好，你看老、喔、佛头就跟我们讲：哎、欸，你要方便禅师啊，内己其心如是如实之显现，啊，欲何如实之显现呢？就是刚、啊、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六界、五蕴，还有六根、蕴界处这些，都要去求证到一切都是无常。 生灭变异，是诸法无常有为啊！因为一切现象界它都是属于无常刹那生灭变化，所以说不要在修行法门上较量谁的法门高深广大了。那以佛陀来讲的话，佛陀他有介绍过，呃，四十种的修行方法了。这個、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把它归纳整理出来，这个叫做四四十种那个业处。 业哈、哦，又不要把它当做那业力轮回那个业啊。业是就是说，让修行者他可以有下手的地方啦、啊，可以下手。你要进入紫观双运那个一个下手，可以这样去做的那个方法，那有四十种啊。其中佛陀比较推荐、比较重视的就是出入洗法。呃、欸，就是说花最少时间，那就能够比较气入的话，那我们就是以出入洗法方面为主。 啊，因为这方面也非常有效果，所以以后我们在禅修就是以出入息法方面，然后配合那个四念住的修法。因为我们这次禅修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洞中禅，洞中禅，我想这一段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因为这个要点哈，大家掌握掌握住，这样在禅修的时候就容易体会到。我们看一百九十六页哈。 一百九十六页经文第二段的第二行，这里是试炼处里面的身念处哈，身念处这里有提到就说：比丘者行者之行，住者之住，坐者之坐，卧者之卧，眠则之眠，物者,者之物。 免物者知免物，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练在身，有知有见有名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在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身低阳仪容阳煦善着生且理及诸衣钵行住坐卧免物雨末皆正知之,之。 这是重点，这四行是生念住动中产的重点。大家回去那个动中产方面，这个重重点在这里。那大家先把它看一下。也就是说，不管你走路、坐下来、站住、停着，或是你要躺下来，或是你要睡觉之前，或是刚睡醒。 你每一个时刻都很清楚觉知，再来，你每一个当下的脚步步伐，你都能够清楚觉知。从早晨起来，你要刷牙洗脸，包括说你要下床，都要清楚觉知。你要刷牙洗脸这整个过程都是要清楚觉知，先把那个名觉。 先把那个觉性先叫出来，先稳定，然后再去观察那个无常刹那生灭。所以，身念住方面，就是你要行住坐卧、雨墨动静啊，都要正知，包括你在穿衣服。这里一百九十六罪后一行。 一百九十六页的最后一行有提到，就是说屈身低仰有没有你的姿态的变化？仪容、阳虚，善左生且礼，就是你穿衣服的时候，或是及朱衣钵，也就是说你在要进官堂要吃饭，包括你在夹菜、你在举脚、嘴巴在举脚，这些过程你都要清楚。 名觉，这样知道吗？你整个动态的过程，最初的时候你不容易全面觉察，那你可以选择一个当下比较明显的那个动作来观察、来觉察，这样知道吧？好像说你现在坐下来要吃饭，哎，夹菜的时候你伸出去要夹菜，哎，你清楚觉知这个过程。 当送到口中，一样清楚觉知；当你在举脚的时候，也一样都要清楚觉察到。所以，第一个动中产方面的，就是要你在行住坐卧之中，你都要保持明觉，把那个觉性本来东西一捆了，弄人公开还得用迷迷糊糊啊，就是要把那些觉性先唤醒起来。 唤醒起来，当你哎、欸、慢慢的觉醒之后，然后我们再进入更深的这些体悟法印。好，这就是属于那个试炼处的试念处方面，这方面大家先掌握一下好。好，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经文，我们看七十三页的第七节，呃，沙门婆罗门。 于此六处入处即灭未患离，不如实之。当知是沙门、婆罗门去我法律缘，如虚空与地呀、啊。你看哦，佛陀就很简短的讲出来。我们看到后面的法义分享，修行是为了现观六根、六尘、六世、身心内外一切的实相。 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任何角度，你都要去看到，要去体证到无常无我这个法印。当你看到实相之时候，你才能够进而离诸贪爱，断绝除慢。注意哈、哦，如果你的目标不是朝向此解脱道，那不管法门多么妙，多么殊胜，修行境界多么高。 神通多么广大，这些修行与佛陀所开示的解脱道是有天壤之别。所以佛陀前面这个经文里面就有提到：“沙门婆罗门于此六处入处，这个即灭未患，你不能够如实了之的话，你没办法有离系的力量，没办法解脱自在。那你对这些不如实知，当知是沙门婆罗门去我法律很远呢。” 也就是说，你这样的那种修行法，跟佛陀所讲那个出世间解脱法呢，如虚空与地啊，就是天壤之别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正了解那个解脱道那个修行重点的话，那你越用功修行，你会离那个解脱道会越远。所以要把这些文思方面基础要打稳，当你有正确的这些文思之后，你就会有正确的修行出来。 那我们上呃前次也有跟大家提过哈，呃老子也有跟我们分享一句他的心得，就是为学日增啊，日益那个益也是一样，就是增加的增了。为学日增啊，啊为道日损啊，那个日损，你不要以为是负面的，那就是佛陀所讲的一远离一离于一昧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世间法的修行。 跟出世间法修行呢，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一个是越修越厉害，越修所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越有东西，那越修我慢越大。到后来认为说我是人天师表，我是大法师，我是怎么样？然后你们要来顶礼我，你们要来怎么样？那里面。 要看到那个我慢的阴影，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你要真正能够听闻出世间法，然后又能够真的脚踏实地去修的话，真的不容易。来功开理通，真的要有善根福德因缘了、啊、所以啊，大家都是很有福报啊。 打隆进入这里聊啊，我们今天又有这样的一个场地，能够这样提供，让大家能够在这里温习哈，所以大家好好珍惜。<noise> 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世中告知比丘而有二因缘生世，注意哦，那个世要特别把它圈出来，因为太多太多的学佛者哈，对这个世哈。 不了解，然后一直迷，一直在这个事上面下功夫。有二因缘生事，何等为二？为眼色。这个哈，你把它用个用笔把它用一写一下哈。像那个眼色，这个、你用一个，因为它这是一对一对的，眼色。然后，呃，你在旁边哈，用这样把它。 做一个记号一下，因为这是一对，这样哈、啊，眼色，所以它前面讲二因缘呢，就是有两个因缘合起来的话就会是，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到的那个六根跟六尘这两个因缘相处的时候，就会产生是。所以要知道那个是是怎么来的哦，眼根跟色尘，耳根跟声尘，鼻香，舌味。 深处易法，也就是六根跟六尘接触，它就会产生六事。眼色因缘生眼事，彼无常有为心缘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种种的心态，我们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的贪、嗔、痴这些，记得都是因为我们的六根跟。 六层接触之后产生的种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整个的那个内心、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态，它都是每分每秒、每天都不同，它都是随着我们的根层接触，然后不断的生灭变化的哈。所以此三法和合处处以受。 就是跟尘世之后接触之后，然后就会，当你跟尘世接触之后，你就会产生各种的角色啊，有角色，那你就会有种种的思想啊，受以思，思以想啊，啊，在种种行为就会付诸实践了。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心动啊，不如行动啊，心动之后再就会行动，就会跟着出来了。此等诸法无常，有为心原生，你种种的心态。 你种种的这些苦乐受贪嗔痴，都是因为根层接触产生种种的觉受，所以你看哦，你就是要慢慢去了解经文之后，那你要在立缘对境中要去求证啊，要去解析呀、啊，是这样吗？你要去看到那个很深的这些，在，请注意世事如何产生，内六根与外六尘相处而生六世。 根尘是三法合合处而生诸受思想？这是一个内心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过程。因为六根六尘都是无常生灭变异，无常的因、无常的缘所形成的事，当然也是无常生灭变异。大家这方面要慢慢去体会，这样。 才不会无形中、无意中落入真常唯心，而不知道，也不以为然。所以这方面要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看第九节这里哈，它有标出蛮重要一个重点出来哦。有人就问佛陀了，富罗呢？他就问佛陀：世尊说宪法，说灭自然，说不待时节。 说正相，这正相涅盘呢、啊？说即此见，也就是说当下就可以见法，这一生这一世就可以成就我的意思啦。说缘自觉，你说解脱可以自知自觉自作证，奇怪，我对这些我不了解啊。那请问佛陀到底那神理是什么呢？佛陀就回答富留那，佛陀就说：哎，眼见色疑觉知色。 觉知色贪，我此内有眼视色贪，我此内有眼视色贪，如实知。复留那，若眼见色疑，觉知色，觉知色贪，我此内有眼视色贪，如实知者，是名现见法。注意这几个字哦。什么叫做现在当下见到法？我们看这里的解释。 这样大家知道吗？我们再把后面这一段再看完再来讲。云何灭次然？云何不待时节？云何正相？云何即此见？云何缘自觉？佛陀就回答后边的画线。眼见色以觉知色，不起色贪觉如实知色，不起不起色贪觉如实知是名灭次然，不待时节。 正向，即此见缘自觉，这一经它有蛮重要的那个关键点哦。我们看一下那个后面的法义分享。当眼根接触色尘，耳根接触声尘，意根接触法尘之际，当下若内心起贪爱心或起嗔恨心，能马上觉察到，这就是当下见法。 这样知道吗？所以讲，每见法、定都是要在力源对境中的当你有把那个觉性叫出来之后，那个失炼处的身受念处，就是要把你的觉性叫出来啊。当你能够清醒的活在每个当下，你的六根跟六尘接触的时候，有没有打结？ 有没有起贪？有没有起嗔？因为这些贪嗔痴、我慢、五盖啦、七觉之，这些都是我们内心所升起的法相啊，在不？你的六根跟六尘接触之后，你会起贪、起嗔、痴、我慢。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所生出来的法相。四念住的四念住的那个身受心法哈、哦，四念住的这个身受心法，受讲的是身体的觉，第一个是身本身，你要清楚的觉察你当下的一切举止动，包括你的惊醒、你的脚步这些。 都要清楚觉察，这个是越来越维系呀。在进入受的觉察，也就是看我们身体各部分的，它能感受的，你要就能够觉察到苦受、乐受、痛、痛、麻、酸、胀这些都要能够觉察到。而在你当下的心是怎么样的心，要能够清楚觉察这个法，四念住里面的法讲的就是心所生的法。 那、啊、如果以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可以称作一个叫做心王，这个叫做心所，這樣知道吗？心王、心所，也就是这是一个一个体，然后这是一个相，展现出来的这个相。所以，像你现在有一个有这样的心，那你跟尘接触之后呢，它起那些贪呐、啊。 嗔呐、啊，我慢呐、啊，五盖这些啊，这些都是心所生生出来的法相。如果你在起贪、起嗔、起我慢、力远对境中，你在起这些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能够当下去看到，这个叫做当下见法。哎，在不？这是见法的一种呢。见法有两种，这是见法的一种。 再来，当自己能够觉察到有贪嗔痴，这是法医分享的第二段。如果你能够自己觉察到有贪嗔痴，才有可能谁管谁灭贪嗔痴,痴啦，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如实觉知到有欲贪断贪不起贪，那要看你什么时候开始如实反观，如实觉察身口意诸行。 只要你有决心，那是不待时节因缘，随时都有开悟断绝正果的可能。所以你看到佛陀为什么讲，就是说你真的要开悟正果，那是不待时节因缘，有没有？这个都很具体的哦。这一经讲到很多的重点哦，我们这个能觉明觉的这个心，你有这个明觉的心，当你立缘对境的时候，产生这些贪嗔痴我慢这些。 就是心所生出来的种种法相，这个叫做一种法相。所以，能够法相庄严，你内心所生出来的这这个法相哈，法相当然有庄严的法相，也有贪嗔痴的法相啊。这样子、啊，要看到我们这个你是庄严的法相呢，还是贪嗔痴的法相呢？你爱看掉啊。 所以你要有看到，看到这是一个剑法，那剑法之后，你能不能断？这个就是要配合市政勤。你如果能够当下去扭转去断的话，哈，那很多的因缘都会随着而改变。所以这里就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看到，然后又能够随观随灭谈成痴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当下去改变那个相续的因缘，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呢？ 待时节而气象涅盘解脱自在，你不会被那个习性牵着走，这样知道吧？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你就是随着那个习性一直一直滚下去哦。我见我是我能这些都是，也就是说，你要先看到我们内心的我们自己的脸黑，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之后你能够接受。 当下没有，又去扭转那个习惯力、那个串习力啊，那个习惯力啊，你又又能够去扭转的话，哎、欸，它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样，什么叫做现见法？你现在当下见到法这一节有提到。再來就是说，那你见到法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扭转，你才能够不落入那个串习力的那一种牵引？ 这就是一个很相当大的一个扭转力。这样，你如果能够有这样做，就是有看到，然后又配合四正行，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带时节灭诸次然了。也就是说，你能够随时都能够解脱自在，不受境界的牵引，不会被那些境界牵着鼻子走。这样知道吧？ 所以这一经他有讲到两个重要、很重要的那种关键点，要慢慢去消化，慢慢去体会哦。现在这里讲的这个法，就是你身口意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现象，这里所讲的法，你身口意由你身口意展现出来这些，你不是去看别人的贪嗔痴啊，是看自己呀、啊。 所以这里的讲深受心法，那个法都是讲你由你这个这个心网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法相。但是啊，这一节蛮重要、哦。这一节你呢，这一节你哪当体会到哈？我要讲哈，你嘅修行的重点，你都或多或了解啊。嗨，这边老师讲的心网哈，嗨<い>，不过在大圣来讲，是不是亲近平等正觉？可以这样讲。 那这样的话，嗯，法相是不是烦恼？嗯、希望就是菩提，烦恼即菩提，也可以这样说。哎嘿嘿，你那个说法相这是一个烦恼，如果你没有那种扭转力的话，你是随着那个烦恼牵引下去。那那個大师是讲哦，<嘿>四心作佛。嗯，不错，四心做佛。<laughs> <laughs> 哎，所以这些哈、哦，你看哈、哦，你的心要在贪嗔痴里面打滚。一般众生是这样，你还没有解脱者，都是在贪嗔痴慢疑的这些世界打滚嘛。只是有没有看到而已啊？没有看到，你就不可能断了。你没有见到法，你就不可能断了。 所以你要先有内观反观的能力，你才能够看到。当你看到之后，四心做佛也是一样啊。你这个心，它会现显现是贪嗔贪嗔出出来，要不要扭转也是这个心呢、啊？这样子啊，所以不要心怀去求法。这一节哈、啊，大家慢慢的去体会，慢慢去看那个修行的重点，才能够掌握住。 第十节十，呃，十一、十二，这个这几节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世间，什么叫做出世间，什么叫做苦海，这上次已经讲过。如果没有听到的同修哈、哦，你要把前面那个录音带要拿出来听，这里非常重要，精华。 呃，就是在十一、十二这两节，然后我们七十八页的这些法医分享，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消化，慢慢去求证。再来我们看七十九页这里，佛告长者：若有比丘，眼视于色，爱念染着，以爱念染着故，藏依于事，为彼辅故。 若比取故不得见法波涅盘，那个剑法旁边，那个、剑法你可以写一个现在的现。再来，若比丘掩饰于色，不爱乐染着，不爱乐染着者，不依于事不触，不着，不取故。此诸比丘得见法波涅盘，这、就是现法波涅盘。这个见哈、哦。 我们旁边写一个线，就是说，因为你要见到法，一定是在现在，在当下。你贪嗔痴的展现也都是在现在，你要在那个展现的当下，你就能够觉察。当然了，最初你也不用气馁了，因为我知道说，你最初常常都是在，都是境界过了很久之后，侬已经没鬼啊，弯鬼啊，鬼啊了。 才在那里啊、哦！我刚才是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但是没关系啊唉，不要气馁了，不要自暴自弃了，给自己重新再来的机会啊、哦！所以慈悲，这个就是要给自己慈悲啊，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你已经愿意回来看自己了。那当看到自己不足的时候，没关系，接受自己，你归零，重新开始，重新善待自己。 重新善待每个众生。你看哦，这里就提到，就是说，眼视于色，爱染爱念染着，就说你跟城跟城市接触之后呢，然后你就产生种种觉受，你要的顺你的意念、顺你的口味的，你就要抓取；你这个抓取，或是不顺你的意识的，你就会排斥。那你看哦。 你这个要抓取或是排斥，是来自于当一，常一于世，也就是说，常因为你那个自我的觉受啊，那个是就讲的就是说，常一于世，你都是凭着个人内心的这种好恶啊、感受啊，就是说以爱念染着故啊，常一于世，为彼苦。 那你就被你个人那个角色啊束缚住了、啊。若彼取故不得宪法波涅盘，嗯，如果这样的话哈、啊，那你就是常常被自己的那些啊角色啊，自己那些内心的那个框框啊，随着那些在转了。你背后是有一个自我的好恶啊，在主宰啊。但是你没有见到的话，你会随着那个境界。 在流转，所以你就没办法现世，没办法见到法，没办法涅槃解脱自在，都常成为境界的奴隶。那反过来，你要现在看到法，看到涅盘进入涅盘解脱，你就怎么样呢？应该若比丘掩饰于色，你当你根尘接触之后，因为你了悟实相哦，所以你要做到。 不爱乐染着，不爱乐染着的话，你才能够不依于世啊。也就是说，不会随着过去那种习性的那种好好物标准，不会随着那些在流转。所以，不处不着、不取故，所以不会成为境界的奴隶。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现法波涅盘。因为你不成为境界的奴隶，那你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所以你能够。 解脱自在，这样知道哈、哦？问题是说，你要去做到说不爱乐、不染着、不触不、不着、不取，这中间那个过程需要怎么样？又是要见法，又是要观察。这观察你要去做到这些，它有一个过，它中间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入深度的文思。 这个深度的文思就是让我们去了悟实相，了悟真理。这个过程就是让我们去求证、去体悟、去见法。你如果这个过程没有的话，你光是说执着一个法门在那里一门深入，这样的话，你没有去好好的神观法意，没有去好,好进入神观的话，那你说要不着不触不取？ 很难，很难，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啊，所以你要根尘处的接触的当下，然后又要能够切入到那个宪法波内盘，你看它这个中间它有一个过程。OK，好，六根触六尘之后，若起贪爱染着之心，则是这是。 这里我写出来就是那个自我的那个阴影啊，因为那个自我的好恶啊、是非标准框框那些啊，它就会增长了，那就很难解脱自在啊。啊，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举例了哈，就是说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小孩子他被绑票，啊，是因为跟他父亲买那个那个宾士名车几百万的那个宾士名车有关系。 他当初他也没想到说，他买这样之后，竟然间接的害死了他的小孩，他也没想到这方面的。也有人提到，就是说，那未必开宾士名车的人都会这样不好的，而是说，你要任何事情，你要去看到他的胃跟患，你那个离系的力量才会出来，那个智慧才会出来。你要去看到他的胃。 要去看到他的幻离析的力量才会出来，这样大家知道哈。所以，若根尘接触不贪爱不恋找则自我的阴影会渐渐淡薄而消失，得现世解脱自在。你就这样就能够解脱自在。众生常常是成为欲望的奴隶啊，而不知道啊。 如果你能够去看到你以往常常在这个欲望堆里面成为欲望的奴隶，那你渐渐的就会从中跳脱出来。这就是说你要去见到法，见到法你就有可能跳脱出来，去看到位，去看到幻，那个中道的智慧才有可能产生出来。 十四节这里也讲过了，上次已经讲过了，这也都有讲到很重要的那些关键。如果没有上道的人，没有听过的人，你要把那个录音带找出来再听，这这一节是非常重要。好，我们现在再把那个十五节这里讲一下。十五节这里哈、哦，有提到说，所谓无知，什么叫做无名、啊」呢？ 无知者视为无明，为言无常，不如实知是明无知；言生灭法，不如实知是明无知啊。于此六处入处，如实不知不见不无间等，于暗无明，大明是明无明。那什么叫做明呢？明知者视为明，为何所知？也就是说。 到底要知道哪些呢？然后意思就是这样哈、哦，你要知道哪些？那这个知不是头脑，光是用头脑去想那个知而已。这是你要去了悟啊。到底你要知道哪些才算叫做明呢？为演无常，演无常如实知；眼生灭法，眼生灭法如实知。于此六处入处如实知，见明觉悟开智慧，无间等。 是名为名，像一般哈、哦，都会把这个无名哈、哦、解释的很玄很虚呀、啊，无名啊，而且这个无名方面哈、哦，很多的解释都会导向让你背负着。 深深的原罪，这样知道吗？这样慢慢去体会哦。佛陀原来讲这个污名的意思，不是那些。这以后我们讲十二缘起，以后讲到更深的时候，会把这个再解开。因为很多讲污名方面，都是从。 文字上面来诠释，啊，结果慢慢的演变到后来，都把这个无名无意中都变成为众生的，让众生背负上原罪，背负上重重的十字架。如果这个关卡你没有超越的话， 你要解脱很难，很难。那我们先说这个比较浅层的这个无饼方面，因为那个后面比较深层的无饼，我们以后会会讲。浅层的无饼就是佛陀也有定义出来，你就是对这些十相真理、六根、六尘、六六事这些，包括五蕴，包括。 那个六界这些的无常、无我的这个实相真理，你不了解，不了解，这个叫做无名。所以本来无名那个定义都很很单纯啊，这样知道吗？你不了解实相，这就是那就这叫做无名了。那当你怎么样？所以你要把无名转为名，就是你去了悟这些实相嘛。 如实的去观察，如实的去体会，这样就能够把无柄转为明。所以这个无柄不是说要转为明哈，不是说哦你，呃你什么业障深重了，然后你这我们这一生这一世不可能成佛了，然后你要怎么消灾了？你那要怎么样修多久，你才能够破这个无柄的这个，然后才能够破无柄才，才能够转为才能够转为明，有没有？ 真正佛陀最初所讲那个无饼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哦，无边它有具体的定义，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相事实的存在的这个三法印，这个叫做无饼只要你好好坐下来去闻思去修，把这些弄清楚，你就能够从无饼转为这样大家对这个无饼跟饼方面有比较具体了解了吧？就是要把六根。 六尘、六事、五蕴、六界，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你都要去看到那个存在的实相，也就是无常、刹那生灭、变异。除非你能够找出跟这个法印推翻的，那你才去抓场。阿佛陀是。 妥妥的体证过来是，不管他从哪一个角度去求证，都是见到无常无我的这个法印。那我这样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也是一样。喀扎马西东呢，真的我不会也不会说那个人家怎么讲我就怎么信。哪边从那个角度讲，好像说我们马西东呢，仅，就是我们都是有那种求真求证的、打破砂锅问到底那种精神呢。 因觉得说你跟我讲这些，只要我还没有体证到的，我就要保留，不要盲目迷信。佛教就是要你让你开，你要有智慧的，你要求真求证精神。所以以前就一就是这样一路这样成长二十几年下来的那种成长过程。当我接触某种法门之后，我发现就是说你带领我的到后来还是只是相信相相信相信，那我觉得我这个相信里面还是。 有疑呀、啊！我这个相信里面，我还没是没办法去亲证啊。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内心的苦、内心的不安，都还是存在啊。因为我再回来看到我内心的苦、内心的不安还是存在啊。所以，我以前在那个求道、密道、修道这个过程里面，像我从民国七十八年到八十八年之间，我都是去找那些哈、哦。 因为我是七十六、七七、七八这三年把那个文史方面打下来嘛，哈，在禅学院里面把这些文史基础打好。那之后，我就觉得说必须要找那个真修实证的善知识带领真修实证这样。所以我那几年找哈、哦，都是找哪里有阿罗汉，我就去跟他学。那时候就有那个阿罗汉的这个资讯，那我就去找。他敢讲他是阿罗汉，啊对啊，所以我们最初也是相信呐、啊，相信他是阿罗汉呐、啊，像我。 到国外去参访的有几位，像佛寺比丘啦、阿姜茶啦。民国七十八年就到泰国去参访，那时候都是一个人去呀、啊，啊，一个人去。后来到国内一样，哎，有人有人讲说他是阿罗汉，好，那我就一方面也看一下他的资料，觉得好像有可学之处，就跟他学。但是一段期间之后，发现。 我要找的还没有找到，哎、啊，也遇到瓶颈，也没办法突破，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再这样下去，我还是没办法突破，那我又继续再找。在那几年，我去找寻的都是要去找那些阿罗汉，<laughs> 但是后来还有遇到，就是说他也是自称是阿罗汉，而且很强调就是说你要百分之百相信他。 那我个人当然，我们最初也是百分之百相信，但是我们全然的投入，发现内心的苦、内心的不安还是存在着。当然，呃，这个有很多的因缘啦、啊，到后来才体会到，就是说，佛陀哈、哦、真的是要我们去求真求证的不是让你用相信的。 不是我用权威者，我跟你讲说我是阿罗汉，你们相信我，这样都没用了。不是用相信的，而是我跟你们讲这个实相真理是怎么样，然后希望大家去求证。哦、oh,，所以这是非常重要。<laughs> 以后你就会知道。<laughs> 好。 你爱的的时候就知道，啊 <noise> <laughs>、哦，以后你就会知道，OK。所以哈、哦，你什么叫做无饼？什么叫做饼？怎么样把无饼转为饼？这个都是要我们要去求真求证的啊、哦。我们看八十二页，无饼就是现在能然对十相世界的无知，这个可以补充几句几几个字进去哈、哦。无饼就是现在能然。 对十相世界的无知啊，也就是对大自然的运行法则无常、变异、无我的无知，导致六根在接触六尘之际产生幻觉，而生起盲目的贪爱、抓取、抗拒、嗔恚。因不悟道，所以背道而驰，自导苦吃。这就是无明了。大自然法则就是这样。 那你偏偏要跟这个大自然的运行法则背道而驰，就是你不了解这个实相，所以你才会颠倒梦想，然后自讨苦吃。那今天你要解脱，先讲重点，就是你去了悟这个大自然的运行法则，如实知，如实见，然后当你了悟这个整个法则之后，你知道。 你任凭你再怎么样去创造、去改变，你都不可能推翻这个大自然的法则。这时候，你那个深层的自我我慢才会降服，你才会体到悟到而行到，这时候，你会跟整个大自然的运行法则韵律一致的。这时候，你就能够解脱自在。所以，明。 就是当下了知身心内外，了知实相世界，了知大自然的运行法则。所以，智者是悟道、体道而行道，与大自然的韵律一致啊。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佛陀他在树下诞生，这是一个传说啦，那我们姑且信之了。 也许他真的是这样的因缘，不过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实际看到，那我就我們就暂时保留。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我不是在树下，哈哈 <laughs> 所以我们这个就保留。我是在乡下，哈哈，不过就是说，这里面重要启示就是说，好，佛陀的修道、佛陀的成道、佛陀的讲经说法，包括我最后的入大波涅盘，都是在大自然中。 这里面跟我们深深的启示，人要跟大自然融为一体，要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因为整个的法界在当下展现，在大自然中都在展现，都在告诉我们无上甚深微妙法。那像我们现在在都市丛林里面，我们处处看到都、就是。 人文科技，那这个更需要有时间假日，有时间要接近大自然，因为你在人文科技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那些那些我是我能我慢的这些成就哦，你不容易体会到那个大自然的伟大玄妙哦。大家哎、欸，在这个都市丛林里面一样，当然你。 慢慢的文思的时候，你每一个当下你都可以见到法，但是你要见到那更深的这些无上甚深,深微妙法，这个有时间假日不妨多接近大自然。